头发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Torch News， 我是你的主播孙翔。第二季刚刚结束，你是不是和我们的主题卓越一样，奋力的活出火把人的生活方式呢？这两周是精彩的Ignite耐学生特会，大专生们刚刚从西湖度假村回来，博高生马上就紧接着要出发。在火把，每个人都应该受装备、被建造。火把教会也特别准备了 T2 营会，让大家参加。那我们一起来受装备吧！营会的时间是7月26早上8:30到晚上9:00。营会的地点在健谈青年活动中心，报名费用500元，报名截止日期7月12日，缴费统一在7月12、13日的主日柜台完成，由小组长统一报名。报名资格必须要成长班结业并且领取证书的学员。天气这么热，大考刚刚结束，我们都知道暑假马上就来了。暑假之前，很多毕业生毕业了，你是毕业生吗？让我们为你的毕业庆祝，为你的下一个阶段祝福。火把教会特别举办了毕业生聚餐，欢迎你来参加。时间是7月6日晚上6:30到8:00，地点在火把办公室9楼大会堂。让我们一起用聚餐揭开毕业的序幕。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道消息，火把祷告会的人数就要突破400人了，400人可是火把教会最高纪录。你知道为什么还会突破400人吗？因为你阿哥利啦，因为你们没来参加。7月10日永不放弃祷告会是信心之夜，让我们一起突破400甚至500吧。 Let it go, let it go。 当爸爸学唱儿歌是一定要的，身份有另外一个层次，生活模式就到了另外一个层次。亲爱的爸爸学长、爸爸同学、爸爸学弟们，想知道我老婆怎么用脚泡牛奶吗？就是用脚把我踹下床泡牛奶。想知道怎么让宝宝一觉睡到天亮吗？婴幼儿按摩实作教学亲子班，想要对宝宝诉说爱的话语，渴望将世界的美好传给你。按摩亲子班时间是9月6日、9月20日2天，地点在火把办公室9楼的舞蹈教室。对象是怀孕中的夫妻，或者夫妻协同0到4岁的婴幼儿，费用每人300元，请上协会官网及主日柜台报名。爸爸学校宠爱爸比，做会 upgrade， 爸比们的 happy time， 宠爱你的胃，宠爱你的心。透过分享爸爸达人的座谈，彼此的经验交流及互动，做会来享受专属爸比的轻松时刻。日期是8月30日星期六，地点在纳米歌会馆，对象必须是准爸爸或者已经是爸爸，请上协会的官网及主日柜台报名，和我一起来参加协会的两个活动。让我们一起在活动里头互相的交流，彼此的分享，学习帮宝宝按摩，让他舒舒服服的一觉到天亮吧。刚刚大家欣赏完了学生们美好的献诗，其实他们的目的是要呼召大家一起来支持他们的短宣活动。暑假就是让你待在家吹冷气看世足赛而已，暑假希望学生们更多的用你的双脚实际的走出来参与这个活动。那么其他的火把弟兄姐妹也可以从下一周开始，在6楼的柜台用奉献实际的具体的支持这个活动。下面让我们欣赏一段短宣的影片。